学武还是学徒？我选天使书本，我最爱学习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有人喜欢学习？学习那么枯燥？才不是呢！多读书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，读书可有趣了。哦耶！我恢复一个颜色，小雪，这个是给你的，是满分试卷，真不错。我也要满分试卷，天使书本我也要选你。不行，小贝，你要选我，我这里可是有很多好玩的游戏哦。啊，可是我不喜欢玩游戏呀，我喜欢漂亮的裙子。那这些裙子我都给你，你快选我吧。好漂亮的裙子，都是我的了，但是我还是选天使书本。为什么？哼，因为我觉得天使书本比你漂亮，裙子我拿走了。可恶，我的裙子。我马上就可以恢复所有的颜色了。不行，刚刚的颜色应该是我的。天使书本，你给我颜色，我虚、我的颜色。我马上就要恢复所有颜色了，看来大家都喜欢玩游戏。才不会，大家都喜欢学习，不喜欢玩游戏。不对不对，我就喜欢玩游戏，因为学习太累了，我每天都要玩游戏。我给恶魔手机恢复颜色。我恢复所有的颜色了，大宝，我把我的所有游戏都给你玩。哇塞，这些游戏我都爱玩。天使书本，看来大家还是更喜欢玩游戏，不会有人来抱你了。我帮天使书本，我喜欢学习，虽然学习很累，但是能让我的脑瓜充满知识。天使书本，我给你恢复颜色。谢谢你，黑暗可可，我给你课外童话故事书。不错不错，我最爱课外故事书了。哼，恶魔手机还是有人喜欢学习的。别得意，天使书本，你的颜色只有一个，除非小伙伴们帮你，你才能恢复所有的颜色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学习吗？如果喜欢学习的话，快发送多多的小心心告诉我吧。